早安，欢迎来到我跟上帝的咖啡时间。没有人像你。今天，在撒母耳记下第七到22节，主耶和华，你本为大。在我们的耳中听见，没有可比你的，除你外，再无神。大卫向神的祷告是对神的过去所做的赞美之一，特别是从埃及救赎他的子民，征服迦南地，以及以色列成为神的子民，神成为神的联盟关系，他们的上帝。大卫向主他的神祷告时，宣告神是伟大的，没有人能像他一样。主啊，没有人能像你一样触动人心，没有人能像你一样创造奇迹。我们可以搜索永恒，发现没有人能像你，主。主啊，你永远不会停止以你的尊为，还有你的力量，让我们惊奇。你通过意想不到的人 做出意想不到的事，令人惊讶。你代表你的人民和父亲，一遍又一遍的完成不可能的工作。我们感谢您。我们单单赞美您，上帝，你真好，主。在这个好多不一样的事情在发生，在疫情，在很多的悲伤的事，我们来仰望主，依靠他，知道他是那位最有能力的神。如果你觉得这个频道对你有帮助，麻烦你帮我按个赞，订阅这个频道，还要按那个小铃铛哦。拜拜。